6月24日，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G 组，英格兰对巴拿马比赛举行，球星太太团看台观战，球星德勒阿里模特娇妻 Ruby May 靓丽出众，巴特兰德的未婚妻端庄优雅，瓦尔迪的妻子红色 T 恤亮相，活力十足。和2006年世界杯一样，英格兰太太团和他们的亲戚依然搭乘私人飞机前去观看比赛，然后再坐飞机返回。但这次，他们和临时住在圣彼得堡的英格兰球迷搭乘一架飞机，令一众球迷十分兴奋。这世界很酷。